哇！这边，哇哇，在呀，在吗？在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今日介绍就系霸船陀螺 GT， 霸船陀螺 GT B 一四六 ，B 一四六。要抽嘅係嘛？係幾彈？第十六彈。係啦，咁啊去到第十六彈啦。今集嘅主角係咩咧 ？GT。今集嘅主角係咩咧？得得。龍之 GT。GT。龍之。佢好少可會整呢兩個字喎，以前千王都冇整呢兩嚿嘢。咁啊，咁啊整個咩啊 ？Rare 即係咩啊？罕有喎。Rare 二。咁啊。今集的主角呢就叫做閃現神龍，是的。這個閃現神龍呢怎樣勁法呢，說它原來呢第一次呢有隻什麼六粒鐵珠的，這隻東西有隻鐵珠啦，還有這隻東西是我們買這麼多對陀螺來說最大塊的，很大塊，如果有幸中了就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塊。有沒有我們那個那麼大塊啊？哪塊啊？你的哪塊啊？那個啊，你是不是在說什麼騎士啊？天空啊，不知道誰大一點啦，騎士。那啊，最特別呢就是剛才說什麼，有珠嘛，那啊它的面有六粒珠啦，鐵呢有四粒珠，底有兩粒珠，即是玩珠一樣，即是珠珠珠珠珠珠啊，那啊挺好，這個千王挺好，不錯。那啊第二個千王呢就是這個復刻版的什麼佳亞青龍，佳亞青龍不是超人佳亞，不是超人佳亞，佳亞青龍呢出第一隻的時候應該你未出世的，很肯定你未出世，爸爸很小的，未出世啦。那啊是啊，那啊很久以前的復刻版，可能呢現在的小孩沒什麼感覺啦，但是現在的大哥哥啊可能都要去到三十多歲。你出了世未啊？我當然出了世啦，但是呢我都未玩過，就很有感覺的。那時好像經常都有這隻青龍復刻，這隻我都挺想中。還有這隻東西呢主角你知道是什麼，後面竟然有寫的，是叫黃大帝，這個人叫是以前出現過的人物來的。我看黃大帝，黃大帝啊，這個是叫是黃大帝，不知道會不會出回呢翻山呢。咁啊，講埋其他有啲咩啦，其他配套。咁啊，有隻咩啊？喂，神魔龍啦，呢隻魔龍，魔龍都出過好多代噶啦，魔龍話係咪啊？咁啊，就呢隻，呢隻講到已經口乾啦，又係鳳凰。其實我哋之前話儲咗好多鳳凰，不如儲埋呢隻啦。咁多鳳凰嘅，呢隻我想中啊，都小丑。啱啱審判小丑之前都出過噶嘛，而家又出咗個，又出多隻小丑。咁啊，仲有隻衝擊末日啦，咁啊，依只又係啦，依只我出咗幾廿次真係魔犬啦，唔使講。咁啊，喐下喐下咁啊，變咗藍黑色又出一款咁樣。好易爆啦呢只。係啦，咁啊，仲有一隻咩咧？就係阿修羅，阿修羅好似上集有出過嘅喎。哇！依只阿修羅，我想要啊，透明綠。依只阿修羅同之前嗰只阿修羅有咩分別啊？透明啲啊？唔係。它是另外一個框來的，這個阿修羅都 OK 喎，都不錯啊。咁啊，後面講咩啊？冇啦，咪逐隻嘅介紹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事不宜遲，每次都係抽三盒，唔知今次有咩驚喜咧？咁啊，抽到最難嗰包先。最難嗰包？唔係，我未問你喎，你究竟你想中邊三隻今次？第一隻依個。係。第二個依個。係。我覺得這個好像很好用。是的。第三隻這個。不是想送千王嗎？第四隻這個。第五隻這個。第六隻這個。行了，我們只有三盒而已。第七隻這個，第八隻。好了，那我呢就想送千王啦，還有小丑啦，還有潤眼千王，還有青龍啦。好了。哇。好。第一隻開。仲唔係你？仲唔係你？其實我都想住，我都想中嗰只嘅，因為好似火咁樣。而家又想中啦。係。噔噔。中啊！哇！
噔噔，哇哇，在啊，在啊，在哦，在啊，哇，这 What a super goal that is, and here we go, and Adehoa on and on and on, woo！ 哇，我第一次即刻中到主角啫喎，真係，誒先王。好似第一，好似以前試過，但好耐未試過。黑炮係啊，唔係黑炮，黑炮獵炮，但好耐未試過啊，好耐未試過啊，真係。哇！最近幾次咧，仲記得中唔到都先王，都係黑仔。啊！宇宙武神嗰單嘢咧，係咯、啊，宇宙武神喺日本度出世嗰單。我就係好似第三、第二翻轉頭買先中啫嘛，好似係。係啊。話明買三隻，跟住又唔服氣，又要買多兩隻，跟住翻嚟香港又要俾錢買隻復刻，係咪？係咯。得，哇，藍色嘅喎，但係之前都試過藍色，即係呢兩隻唔出奇。哇！第一隻就中千王，犀利！真係犀利啊！我哋今日嘅人格爆發，我哋係你嘅人格合作、啊。我話即刻列依個啊，跟住真係中啦。但你話唔想中依個喎，而家又唔同啦，係咪真係咁大隻咧？冇大隻啫喎，好通通。哇！真係好多豬喎、啊。啊！哇！就係依啲聲音啦。係。透視者樣聲音，好，你嘅人品就係我嘅。咁啊，嗱呢個大家睇下，有六粒珠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嗰個鐵咧就係四粒珠啦，四粒，一二三四，啲珠咧可以轉添嘅喎。咁啊，個底咧嚇有兩粒珠喐下喐下，好得意啊！好似玩緊啲遊戲咁啊！啊，係啦。去到邊度啫？有得意啊！好啦，擺埋喺度啦。哇！好靚喎。係啊，好靚啊！所以我都話想中㗎啦。我最中意紅色㗎嘛。啊！好，抽第二盒。想中咩咧？佳亞超人。超人佳亞。阿展。超人佳亞，佳亞首歌點唱啊？是佳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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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斜坡見都要走。是佳亞，是佳亞，用千丈劇鬥保衛地球。咩嚟噶？做咩啊？真的啊！有冇咁幸運啊？哇！有冇咁幸運啊？點解你一睇就睇到係佳亞嘅？係喎。其他冇呢個標誌噶嘛？等我唱首歌先。是佳亞，是佳亞，邪魔要走，是佳亞，是佳亞。喂！咁多紙皮做咩啊？送俾我啊！送俾我咁多紙皮做乜鬼嘢啊？哎呦啊！啊，我知啦。我啲人話咧，有啲人咧，前幾集啊會磅重咧，睇個重量幾多，跟住就知道個邊個係陀螺，邊個係千王啊。Tommy， 你防止人哋咧抽重佢，會加依啲咁嘅。但係依個又冇嘅。依個冇啊？可能依個本身輕咧。會唔會咧？我話嚟噶嘛。越重嘅就係越千王嘅咩？梗係唔係啦。唔係，即係唔係越重，即係有一個重量咯。可能係最輕嗰、那個，乜都好啦，就係、是、所以就要加依啲嘢去。本來佢輕啊嘛，咪加依啲重量落去咯。我估啊。成啦 ，Comica。好成啦。應該加嚿鐵落去啊嘛。冇咁送多嚿鐵俾你咩？依、這個我唔開啦。點解啊？啊！即係都係豬，都係雞啊！都係雞。如果再中多個千王咁點咧？我賣出去。賣出去。我賣出去。咦？又係藍色包嘅點解？可能係真係千王先有咁嘅待遇啊！我之前唔係千王，都係有呢、這個。
係咪驚整整？哇！真係好靚喎，唔係講笑，真係好靚喎。復刻啊嘛！點解唔出啲鋼鐵戰雲嗰啲啫？點解一定要出？啊，可能遲啲會出㗎。我中意鋼鐵戰雲啊！鋼鐵戰雲一定贏曬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但係好難搣。哦，真係唔同啲。咦？呢個面嚟㗎啦，已經。係啊。我以為呢個底嚟先，冇嘢。你睇下，我想睇下。哇！哇！買咁乜啊？係咯，有兩把，有兩把刀嘅。兩把膠刀會唔會可以懟懟人哋？懟，所以攻擊人嚟噶咯，係咁懟咗佢。你呢個係穩定人嚟噶嘛？主角係穩定人嚟噶嘛？咁我呢度攻擊啦，又哇，我好緊張，想兩個對打啊！真係，下集我哋就兩個對打。我用依一嚿。我係用依嚿啦，咁大嚿撞爆人啊！太大嚿。撞爆你啊！鐵爆你，螺旋手。哇！再個鐵。開。咦？點解又係呢個包裝㗎？係啊，新戳戳啊！哇！又係 AR 鐵嚟嘅呢個，又係四粒珠嘅喎，又係一樣嘅兩個鐵，原來係。哇！復刻版都採用咗 AR。四粒珠嘅鐵，如果你唔中意紅，交換唔得咯。如果你唔中意紅色咧，如果你換其他陀螺唔中意紅色，就換紫色啦。係咯，交換仲都得啦，咁咪。係咯，一樣嘅喎，真係。哇！正。好勁咯。係咯，好勁咯！哇，對戰一流啊兩個。依個係咩咧？依個係咩咧？可以中咩咧？小丑。小丑。或者係阿波羅。我想用小丑。阿修羅。中多一個先喎！我話冇啊，中咁多做咩啊？已經好開心啦！哇，咁2蚊，誒咩嚟嘅？重複啊？唔係重複，都好。係我想中嘅字。係咪啊？咩嚟噶？呢個你想中嗎？我睇下依個。係。第二個依、這個，係，如果覺得依個好似好用，係咯。第三隻依、這個，我冇咯，咪。我哋之前冇買過咩？每日偷唔中。邊集啊？唔記得咗。原來依個係曾經嘅千王嚟喎，但係而家變咗靚仔啦，而家。衝擊末日。現在變了靚仔。你又想中呢只嗎？我想你有指呢只嗎？係啊。嚇、啊！咁啊，三隻你都中意？呢隻色都幾靚喎，二色呢只二色粉粉紅喎，我又中意粉紅噶嘛，大家知道。我知紅色嘅。哇，正啊！大滿足啊，好滿足，好滿足，好滿足，運氣話嚟就嚟。又有呢幾塊嘢啊？係啊。幾塊啊？咁塊，你幾塊啊？嗱，睇排出嚟個 size 係咪一樣先？咁啊，知道啲古惑嘢啦。四塊長形，兩塊細，兩塊正方形，你咧？我重過你嘅喎，啊！我重過你嘅喎，唔係你重過我嘅喎，多咗一塊喎，真係嚇。係咯。究竟有咩特別摩斯密碼咧？稀有度啊！稀有度，係啊，十萬咁正噶，好靚喎！真係好靚啊！又粉又紫又銀。我好覺得好靚啊！櫻桃色，我好好好好好好咪咪咪咪攞埋依個先，好啦，咁啊，哇！依個係七號鐵，係七號鐵。咁啊，今日我哋咧，七號鐵就好開心啦，中咗千王一、千王二同埋
一個二打碌。都不是二打碌嚟噶啦，都是好嘢嚟噶。咁啊，你看呢度就知噶啦。六日啦，咁啊，哇，好開心啊！我哋多謝。哇，做咩啊？按住咗個頭嘅，開心到咁樣。咁我哋而家結合先，結合完咧就再俾大家睇。好。我發覺呢個嘢都好玩。砌咗啦呢個。哇！呢個要貼埋貼紙先型喎，真係。哇！呢個細。做咩？咩事啊？你睇下。未掹出嚟啫，掹啦。哇！細粒咁多嘅你呢個，係嘛？係咪咁樣倒？之前的樣子就是這樣，等我貼貼紙先。哦，好啦，咁啊貼紙就貼曬啦，啊逐隻睇睇先，好靚啊！哇，好大隻，好重手。之後就拍住先。係啦，好重手，咁啊，真係好復古啊！呢個樣子真係。係咯。估唔到，但係咧，佢有個豬豬貼啊 ，L 貼啊，我仲有呢只。就呢只。呢個就細細只啦，又靚仔嘅細細只。哈提高。係啦，咁啊，拆咗三隻，咁啊好滿意啊！今次真係好好手氣啊！今次。係。係啦。咁啊，下集先拍對戰片啦。究竟呢個千王一同千王二嘅戰鬥會係點咧？係。攻擊型同呢個穩定型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啊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看啦。拜拜。好勁啊！咁啊，拜拜。